观众朋友，你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《大法股》节目。最近呢，由于这个景气不好啊，很多的工厂呢纷纷的关厂或者是移往大陆，所以很多人呢就失业了。那么再加上呢，高科技的这个事业呢，好像获利也大不如前，所以很多的高科技事业呢也纷纷的裁员，所以呢，很多白领阶级啊，过去收入很不错的人呢，忽然之间也失业了。那么失业了怎么办呢？ 还有不少人自杀呢，是因为自己经商失败，因为受到景气的拖累嘛，或者呢是因为别人倒账嘛，还有人呢是因为感情上失恋了，所以就自杀了。那面对这些生命里面的失去、失落的感觉，我们要如何来克服呢？让我们继续来请教圣言法师。师父您好，是师父啊，这个失业风啊，最近真的是。 哇，从台湾南扫到台湾北啊，从这个蓝领到白领啊，几乎是人人都谈失业而害怕，所以不晓得师父您说你在纽约哈、啊、做过这个游民啊，这个街友，您是不是能够体会出这种失业的人的他的心情，他的惶恐？其实是相同的，失去了自己的依靠，自己。 赖以为生的工作，那就是职业。如果这个职业没有了，那就是固定的收入没有了。那就是没有固定的收入，那开门七件事，那怎么处理？还有呢，现在的人多半呢，有买了房子啦，对，有分期付款啦，是，还有孩子读书啊。 这些都是问题的，一旦失业以后呢，那这些问题都出现了，那就是不知道怎么办，有的可能是逼债，有的没有人逼你的债，但是呢，自己就是说自己平常的生活的步调啊，全部混乱，这个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样适应，那么这样的状况就会呀，觉得哎呀，反正是没路走了。 嗯，要报纸上看到有些，有些人呢，因为失业以后啊，自己不能活了，不想活了，就带着孩子一起去死了。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子，一个呢，每一个人缺少有这个危机感、危机意识，突然间发生事故的时候，心里头没有准备的，没有心理准备，就变成了突然间发生的事情就没有办法面对。 这个来不及适应啊，这个应变呢，就是应变的能力啊不足，应变的意识没有，因此呢，他们就觉得活不下去了。其实如果说是经常能够未雨绸缪，经常能够居安思危，经常能够就是说走路的时候时时刻刻准备。 不要踩到空，如果踩空了怎么办？希望不要踩空脚。如果踩空一只脚怎么办？这个时候要时时提防着。如果说从来没有想到会踩空脚，那一下子踩空脚就掉下去。如果预先呢有提防到，如果踩空脚的时候怎么办？你这个就是踩空脚，你不会踩得很重。你会很快的有一种方式呢，方法你补救啊。 你就不会摔下去的，不会跌倒的。那么现在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一般的人呢，危机意识没有，没有危机意识，所以危机出现的时候就是就变成就慌了手脚了，就死亡了，这是很可怜的事啊。这是没有危机意识是危机这个危机是最大的。是，师父还有另外一个呢啊，是我们的社会制度也有关系的啊哈。那么在。 有一些社会制度啊，这个我们讲做先进的国家啊，就福利国家，他们那个福利相当的这个安全的，比如失业以后，有多少的呀这个时间呢，有失业的救济金，是，那么失业救济金拿完之后呢，还有一种补助的方法，补救的方法，如何的？ 为你找到工作，或者是呢，让你重新再训练你
一种另外的一种技能，或者是呢，有的人呢是在失业的期间呢，正好去充电了。是。那利用失业期间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，他就看看这个社会时代，看看用什么方式再找到工作。有的是呢为人家去找工作，有的是自己啊做一点手工，或者是做一点什么样的工作，这都是可以呀、啊、这个活下去的。是。我举一个例子啊，这是在40年前了。40年前了、哦、好久以前啊、哦、40年前。有一位是我的贵弟子啊，他是做房地产的，做得相当好，突然间一个波浪啊，就是房地产一下子萧条，他就完全倒掉了。倒掉了以后，家庭有5个人，有个太太，有3个小孩，3个孩子都在读书，借的人家一个只有2-3张床铺这么大的一个空间，有人家很可怜他，就住了那个地方，2-3间，这就5个人怎么住啊？他就把那个这空间呢，把它一层的隔成了3层，那2-3张床铺就可以变成6-7张床铺的那个空间了，他们就做了这个，就等于是个窝，住在里边的，住在里边住了2年多，这2年多他们在做什么？这个。他们每天吃的时候，5个人吃一把面，他们去捡垃圾，捡的垃圾了，换到钱呢就买一把面，他们只有这样子。还有小孩子啊都还在读书，小孩子读书的时候，这个学校里都不知道他们家里是这个样子。这2年的时间过去啊，这个又重新站起来了。他因为是佛教徒，是皈依我的，皈依了以后啊，这个2年我就不见了，这一家人不见了，不见了。这个过了2年又看到他们，我说这2年他们做什么去了？他说我们2年在这做什么做什么。我说你们怎么活下来？他说师父讲的，只要留着一颗呼吸，还命还有在的时候，就有希望嘛，他说我们现在又站起来了，谢师父开示，只要有一口呼吸。就有希望在啊，所以面临你生命里面你失落了所有的全部的时候，你还想想你还拥有一口呼吸，只要有呼吸在就会有希望在，永远怀抱着希望，永远不要对生命失望。也欢迎你在下一集里面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